嗨，我以为是我买的别的东西呢，结果是三月份的 Beauty Box 到了。好，2021年3月 Look Fantastic Beauty Box 开箱。好，这个月呢是国际三八妇女节的月份，看看有没有对女性十分友好的物品在里面。第一样，嘿，一个工具类的产品，一个双头的眉刷，一面是这样的，一面是这样的，轻飘飘的。这个月呢又没有小册子了，它这个真的是随心情给小册子。好，第二样，啊哈瓦这个牌子的一块香皂，死海泥之类的这种吧。嗨，这种皂类的东西又得给我老公了。味道有点一言难尽，不是很好闻的那种味道。FAB 的适合敏感肌的一个小小的面霜，9.6克的。我最近一直在用理肤泉的那个 B5 修复霜，我的天哪，太好用了，敏感肌福音。这是一个什么多功能的霜，但是它也没写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说用干净的手指涂到能用的地方，然后也没有小册子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回头我查一下吧，这牌子也没听过。哎，这是啥？沉甸甸，这个不错， Christoph Robin 的次梨油发膜。我之前有买这款，味道呢我觉得非常的难闻，但是就是很滋润的那种发膜。还有最后一个面霜，然后它是说这里面有含冰山矿泉水，然后95%的成分都是天然的。反正这个月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，没了。哎，还有一根，好脏，一根这个牌子的眼线，我不画眼线，行吧。好啦，三月份的东西就这样了，那看看，一共是7样东西，行吧，就这样吧，拜拜吧您嘞。